黃敏華嘅挑戰啊，等我翻到嚟聽唔到黃敏華把聲，就聽到我音嘅聲。咁唔緊要啦，袁敏應該唔係日本歌嚟啦，應該係韓文歌，唔肯定啊。咁啊，anyway咧，有網友話好難聽。咁我覺得咧，如果首歌同埋唱咧，一口聽唔到黃敏華把聲，如果我聽原版嗰只咧，我都係只能夠感嘆啦。咁啊，即係心不如舊啦。我都係覺得以前咧，即係譬如呢啲就啱奧運咯，啊，即係啱奧運呢啲氣氛。OK， 好啦，嗱，今日咧我哋都講多少少奧運啊，呢個又值得我哋留意嘅。呢一個咧就上屆已經過咗神奇啦，今屆佢仲喺度，就係代表盧森堡嘅前中國啊，佢咁佢都認為係代表中國啦，因為個樣係中國人嚟噶嘛。今年61歲嘅魏夏年啊，魏夏年上屆，屌你已經嚟緊曬寶啦，58歲。 咁佢話冇啦，最後啦，最後啦，但係佢上屆都話最後嘅喎，咁佢會唔會64歲再參賽咧？好 ，OK， 好啦，我哋睇呢個魏夏年先。嗱，首先咧，根據個報導咧，話出征巴黎之前咧，魏夏年講到呢個巴黎奧運會嘅目標咧，好佛系嘅，即係，唉，嗱，呢個就係魏夏年啦。OK， 嚟巴黎啊，運動奧運會啊，就係呢個賭強湖。嗱，咩叫賭強湖咧？ 能到哪裏就哪裏啦，能到到什麼成績就什麼成績啦。咁我如果用廣東話嚟譯咧，我都好難一時之間諗到邊個詞語，但我可以 get 到啦呢啲北方語言賭強湖真係，取得幾多幾多啦，總言之就係睇下點啦，冇所謂啦，係啦，冇所謂嘅嚟玩。OK， 好啦，但係咧第一輪比賽咧，佢對住呢個土耳其選手咧阿爾廷卡亞咧。 就結果4-2贏，晉身32強。勁啊！真係，屌你咁樣62歲喎！咁而家咧喺沙爾強咧就會對住而家世界排名第一中國嘅孫穎莎爭奪呢個出線資格。嗱，好笑嘅，阿孫穎莎咧廿幾歲，廿四歲啦。咁係咪麻孫咧？我諗又可以嘅，又可以有救嘅，但係其實冇女就好啲啦。 咁啊，孫穎莎見到同佢叫佢就做阿姨嘅，阿姨嘅，咁你都叫佢有啲禮貌。嗱，其實咧，我想講啊，各位網友，我就唔係點睇奧運嘅，其實從來都，因為我淨係中意睇世界盃嘅啫。啊，因為奧運啲比賽散，好啦，但係我都真係有咁多年睇奧運嘅經驗，我要好公道咁同大家講，其實你係睇住咧中國嗰啲奧運選手咧。 個樣係真係唔同咗嘅，而家呢一代咧，即係除咗個別啦，咩前紅嫌嗰啲有冇辦法咧？即係嗰啲真係好窮啊！舉個例仔，你佢哋啲樣啊，係企理咗嘅，即係冇以前咁奪嘅，即係始終係經濟發展咗啊嘛。即係張雨霏嗰啲，我唔知邊個張雨霏喎，即係其實好多個都係啦。就算琴日林體操嗰啲樣都冇咁老土啊，啲頭髮都係，即係都唔係話好朝大未至於老土咯。嗯，係嘛？即係由最譬如游水嗰班，因為網友話以前食藥香好嚴重，我同你講。 從來食藥都嚴重，你問我咧，我好懷疑可能而家食藥都好嚴重嘅，即唔係淨係中國啊。不過你而家即永遠都係獨孤一尺，摸嗰一丈㗎啦。以前咩東歐啊、蘇聯啊，係好犀利㗎。而家我都唔覺得佢哋冇嘅喎，即係特別係即係有啲好似今日我哋見到咧，即唔知大家知唔知啦？中國馬術團，你要帶馬去㗎嘛？ 屌你老母，唔係啲人買嘢，你隻馬，係隻馬，屌你老母，係弱犬，屌你老母陽性啊，屌你老母，咁你話話玩乜撚嘢？隻馬都會舐嘢嘅，屌你老母，咁你係咪咁啊？取消個資格啊！好啦，咁咧談到下一輪嘅對手孫女貝嘅孫穎莎咧，魏夏年就笑住話：佢話能夠喺奧運會碰到泳沙咧，真係好榮幸啦！佢係世界第一。 我能夠有咁樣嘅福氣同佢學習咧，係非常難得嘅機會。嗱，你同佢嘅言談真係好教好啦。頭先我睇個面相啊，咁其實呢個魏夏年，我諗佢擺得好低嘅。咁事實上，喂，佢攞參加奧運攞冠軍嘅時候，你哋班友唔知喺邊啊？嗱，魏夏年當年啦，職業生涯嘅暮年一早踏入啦，20年前都踏入咗，43歲甚至乎32年，係嘛？但係喺佢睇嚟咧，年齡即係個數字喎。佢參加奧運會依然充滿期待同埋信心。 因為佢覺得成績唔緊要，最重要係享受比賽，打得開心咪得咯，冇理由停落嚟啦。話乒乓波令到有一副好身體，佢話如果我唔用呢個好身體一直打落去咧，咁咪好嘥。佢話而家最希望咧就好好探索一件事，就係咩咧？係一個人類可以喺乒乓波台度打高水平啊，唔係玩下。
可以打到幾多歲？如果咁講，下屆即係仲有機會參加喎。好，即係如果佢即係咁講嘅話，佢話咧，作為世界乒乓波當之無愧嘅常青樹咧，咁我1983年咧就已經參加咗第37屆世界錦標賽啦，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咁啊，代表中國女團獲得團體冠軍，同阿郭若華咁，我哋嗰代人好熟悉啦。拍檔又攞埋混雙冠軍。好啦，到到2000年悉尼奧運咧，話83年去到2000年都17年後啦嚇。如果而家講2024年前，其實佢都37歲啦嗰陣時。嗯。啊，佢咧喺就喺上海交通大學畢業之後，就去選擇去德國度打職業波。即係佢哋係因為喺歐洲係有啲職業球會嘅，咁跟住後來咧就受盧森堡邀請加盟啊。咁巴黎奧運會係魏夏年第6次嘅奧運啦。嗱，2000年咧頭先講悉尼奧運咧，女單去曬入16強嘅喎，哇都好撚犀利喎，37歲喎。魏夏年嘅奧運經歷咧啊，除咗嗰次殺入呢個16強之後咧，好多次都停留喺一輪遊啊，所以今次勁啊，即係起碼贏咗呢個土耳其選手啊啊。雖然佢未攞過奧運會冠軍。但是呢，我係似乎佢嘅故事同埋對乒乓波運動嘅理解同埋熱愛咧，比呢個金牌更加能夠打動人喎、啊、而全世界嘅網民對佢嘅熱愛咧，亦都唔係比賽成績喎、啊，而係對體育精神回歸最基本嘅生活化演繹喎、啊。咁你睇個喂媽咪樣嚟嘅啫嘛，係、嗯、好啦。相比其他選手擁有職業嘅後勤保障，魏夏年參加巴黎奧運會咧，嗱根據報道咧，就更加好似一次。氣氛好輕鬆嘅全家旅遊，只不過順便參賽咁解嘅啫。因為佢老公丹尼爾咧就正正係盧森堡嘅乒乓波嘅領隊，亦都係魏夏年嘅專項教練。佢話咧，魏夏年話全球咁多國家咁多地區嘅運動員，兩公婆一齊參加奧運會有幾多啊？好似我哋咁仲住埋一間房，應該冇啦啩？咁啊，應該真係冇啦，點會仲住埋一間房？咁咪屈偷食。OK， 好啦，相比好啦。61歲參加奧運，魏夏年介紹咧，自己堅持咧，基於兩個原因。佢第一就係、是、盧森堡國家元首、體育部門負責人，甚至係普通球迷，都好希望佢喺盧森堡再打多幾年乒乓波。乒乓波，嗯，咁佢話咧，呢個態度咧對佢嚟講係非常重要嘅，必須要係幸福嘅啊。第二咧就係、是、佢對乒乓波嘅熱愛。佢話就算參加奧運會咧，佢都唔會諗輸定贏嘅喎、啊，佢覺得係我哋。兩公婆一齊去享受生活咯，去旅遊咯，順便一齊去參加比賽咯、嗯、啊！咁啊，佢雖然已經入咗籍啦，當然，不過佢又覺得自己始終都係中國人，所以奧運會展示咧都係中國人嘅形象啊！所以佢話我要小心講嘢啊！啊，佢話我永不啊，呢、這個就係我哋中國人永不言敗啊！咁啊呢、這個精神咧，盧森堡咧，其實佢早已經係家傳户曉噶啦啊！咁啊，過去咧。中國球迷咧就形容魏夏年咧係海外軍團啊！你作為中國人，竟然想搶中國人嘅金牌，但係而家咧就稱呼佢為嗱呢啲用時間換翻嚟嘅啲小粉紅，就是、海外使團，話佢咧係能夠將我哋中國嘅乒乓啦、中國嘅形象同埋文化咧去宣揚開去。咁你靠佢去宣揚咧就好啲。如果靠你哋嗰啲小粉紅咧，即、嗯、係包括琴日嗰個屌你老尾喺中信。那個老僆仔即係懸褲賴撚咗嘢嗰個，咁啊撲街㗎啦啊！佢而家咧有盧森堡式新抱同埋中國女兒雙重身份同埋稱號嘅啊！佢我而家代表盧森堡喺歐洲乃至全世界打波，但係我個樣啊一睇之後代表中國㗎啦，所以咧我永遠都係中國人同埋上海人，所以要小心啊！唔好得失，即係唔好失禮人啊！喂，我都好期待啊！咁但係你話對住世界第一嗰個孫穎莎咧，其實咧就體力上面都難免㗎啦，係嘛？咁啊，打翻場好波啦！好啦，每年都係咁樣嘅，上屆係咁，今屆係咁，所以咧，即係各位奧運選手要小心啦！嗱，根據咧啊《太陽報》同埋《每日郵報》同埋好多其他報紙嘅綜合報導啊，啊，自從咧26號奧運開幕以嚟咧，選手村入邊咧使用。Tinder 啦、Bumble 同埋 Hinge 等等，嗱呢啲我哋香港人都有用，我冇用啦。嘅交友網站流量大增，似乎好多人，特別係運動員咧，都俾呢個巴黎嘅浪漫之都嘅迷人性感氣氛感染。巴黎市咩？
急欲尋求激情活動，大會咧向運動員派咗300,000個安全套，而呢300,000個安全套咧更加成為奧運獎牌以外咧運動員咧最垂涎之物。屌你咁，真係冇撚用，大肚有撚用咩？OK， 報道話奧運選手村素來咧，素來都係啦，係一夜情嘅天堂。今年巴黎奧運不僅喺呢個浪漫之都度舉行，更加取消咗2020年日本奧運疫情嘅親密禁令，所以好可能咧，今次奧運會嘅一夜情咧係歷屆奧運會最猖獗嘅一年。其中一個指標就係頭先我講嗰幾個 Tinder 啊、Bumble 啊、Hinge 啊等等嘅交友啊 App 咧，使用量大幅增長。OK。而大會咧，亦都喺選手村唔同嘅位置擺放咗300,000個安全套，深受男女選手嘅關注。報道話呢啲免費嘅安全套包裝上面印埋巴黎奧運嘅顏色，即係藍紅綠紫啊。入邊亦都有啲信息嘅，例如喺愛情場上公平競爭，徵求同意，唔好分享勝利以外嘅嘢，保護自己免受性病感染等等呢啲咁嘅嘢啦。不需要成為金牌得主才有資格佩戴它啊！好啦，此外，大會亦都為運動健兒預備咗10,000個口腔保護膜，我唔知係咩嚟嘅。哦，即係含撚用噶，以防透過口部接觸而感染細菌。其實含撚同奶閪咧，係有機會，但係好低嘅。嗯，嗱我聽嗱，如果用啊醫生心理角度，梗係叫你安全行為啦。但以我馬賽博士多年睇鹹書啫，我喂。其實含撚同埋奶閪惹上性病嘅機會，又我唔會話零咯，接近零，好難，好難。咁當然啦，有機會嘅，但係好難啊。即係等於咧，而家咧，其實咧有啲講法，譬如我哋嗰陣時話 B 型肝炎係啊，藉住呢個體液啊傳播，其實係好難嘅。你要幾公升嘅體液，你點可能咧？嗯，其實大部分呢啲肝炎咧就係話與即係冇體啦，或者最大鑊係針筒啦。甚至乎最驚係乜嘢咧？嗱，香港好多，原來有三分一定嘅。原來最驚係咩咧？以前啊，我聽翻啲人講，即係近年就好啲嘅，即棄咗即用啦。以前你睇牙醫啊點樣嗰啲咧，佢消毒得唔夠乾淨。嗯，原來係嗰啲啊。咁當然最大部分就係共用針筒啦。不過我都識得人真係奶喺出，哎呀，第日個嘴唇紫撚咗。係有紫好啦，冇嘢噶，冇嘢噶，好少嘅，好少。佢紫咗啫嘛，冇嘢噶，腫咗，冇嘢噶，應該係細菌感染，係啊，好撚普通呢啲啊，唔醫都會好，唔醫都好，唔醫都會好，醫啊打翻啲抗生素搞撚掂，係好撚醫時啊，咁但係你冇撚理由係咪假？係啊，好撚普通嘅啫，喂你冇撚理由，喂老實講，你兩大族口腔保護膜點攋氣啊？你點撚知啫？都未戴過。嗱講真，如果真係要品肉嘅話咧，第一。真係望聞問切，你問一問，當然呢個會賴嘢啦，你要洗乾淨喎。第二，屌你老母喺上嚟我度買支噴噴啦，48蚊，咁啲噴噴咪果酸咁噴佢。係，如果你唔係嗰啲嚴重嘢，一般嗰啲細菌咧冇問題㗎啦，賴得㗎啦，賴落去㗎啦，冇問題啦。OK， 咁有陣時你老實講，如果你出嚟玩，你冇理由賴閪啊嘛。出嚟玩點解唔賴閪啊？出嚟玩你又唔係自己有件，屌你老味，咁都有技巧嘅嚇。你咧，如果你出嚟玩咧，即係噴完噴噴咧，盡量係奶用脷奶，就唔好同個陰户打車輪。點為之？即係將個接觸點減少啊！咁你都要條脷伸入去啜㗎。你唔好啜啊，奶下佢個，奶下佢個陰物啊，咁啊，咁樣咪得咯。啊，即係唔好誒，伸入去有陣時都唔係大問題啫，都得。但係就唔好用，盡量避免用口。即係成個口唇同佢個陰唇打茄輪啊！都要㗎，啊咁要避免咯。係就係你，假如你驚嘅話，屌冇嘢嘅，好撚小事啫，屌冇嘢嘅。好啦，咁啊大會嗱，另外咧大會啊宣傳喎，話咧佢嗰張牀係妨礙牀嚟嘅，即係紙板牀。呢啲紙板係經唔起猛烈撞擊嘅啊。咁啊，但係咧已經即刻有咧愛爾蘭嘅男子競技體操運動員咧，就即刻咧。嗱，呢個係2023年世界體操錦標賽男子鞍馬冠軍得主喎 ，OK， 叫阿麥克萊納漢啊，就即刻喺社交平台度發布測試妨礙牀嘅影片，喺牀上面猛烈跳動，一邊就話
我嚟到參加巴黎奧運啫，係嘛？呢啲紙板床係為咗反省行為嘅，經過一輪猛烈嘅彈跳，床一輪仍然屹立不倒。呢個麥克萊納漢就話咧，呢啲紙板唔係為咗反省我行為嘅，顯然呢啲係 fake news 係假嘅，大家可以搞嘢。嗱，主要可以唔喺牀上邊搞啊嘛。嗱，講真，嗱我就冇咩嘅，即係問心嗰句。嗱，根據佢哋話齋，嗱，第一年青男女，年青男女，第二。大家都是運動員，身材身體健美。第三就是一個傳統，因為以前奧運村人哋講哇，原來好多浪漫嘢嘅喎。本來你唔係諗住做呢樣嘢，因為你入咗個意識啊，原來呢條奧運村係會浪漫嘅啊，你就自不然咧個人都會放鬆啲啊。加上屌你咩眼過無痕，屌你老母有撚所謂咩？於是乎啲 apps 咪流行咯，而且。他哋參加運動員咧，啱啱調整至到自己最高峰的狀態，然後放鬆咗啦，即係做完比賽完啦。喂，嗰啲多餘嘅精力都要發泄噶嘛。唔知因為我睇嗰個咩英國嗰個啊，舉重都成佢大三房嘛。啊，但特別期待咯。哦，咁係佢係咪會咧？好嘅。我唔知喎，唔知冇反應。即係老實講，你話咧其實最緊要就係大家好似有個屌你咩個默契，知道呢個係一個。咁樣嘅場合咧，係會特別容易嘅，特別容易嘅，大家個心入邊已經係知道咗咩啦。即係除非你唔好嘅，跟住咧就喂，甚至乎你冇諗住一定要 sex 啦。喂，吸架即係又喂傾多幾傾出嚟食下嘢，一食嘢喺咁嘅氣氛底下，搏嘢咩？受搏噶啦。OK， 好啦，嗱，一切隨心啦，或者我唔知啦，可能Vivian啦，或者何小培啦，都好多男，一定好多男仔追，我話俾你聽，一定。咁佢哋會點咧？佢哋自己揀咯。喂啊，好似朗仔呢啲，即係俾假用下佢啦。屌你老母金牌得主，六七幾。屌你老尾，中國人、香港人，屌你啲幾撚多女想食試下啊嘛？啲鬼想試下啊嘛？屌你老尾，哇！喂，真係冇，真係真係人不風流枉少年啦，男女都咁講啊，老老實實啊，好啦。咁啊，唔講啦，委內瑞拉留翻聽日講啦。嗱，但係呢單新聞我真係要講嘅，就我唔知係咪保守黨咧，即係見到即係咁嘅環境啦，係嘛？佢而家咧嗱，高等法院咧就維持咗保守黨政府即係之前啊，對跨性別青少年青春期阻滯劑嘅緊急禁令，即係話咧，喂，唔能夠即係要繼續呢個禁令咧，令到佢哋嗰啲僆仔喺未成年之前咧。不能夠做出咧不可逆轉決定啊！因為佢食嗰啲咁嘅阻斷劑咧，我應該咁樣講啦，即係可能係食啲荷爾蒙啦，即係譬如男仔食荷爾蒙啦。咁咧而家咧就佢哋啊繼續維持呢個禁令，咁我就只能夠講好簡單，我係絕對認為係啱嘅。OK， 屌你老母，你嗰班左膠黐撚咗線，真係我嘅立場好撚簡單，基本唔需要講噶啦。嗰啲係根本係廢話，因為而家越嚟越多人，尤其是經過法國一役啊，真係老實講，變性真係冇問題嘅。你個年紀夠成熟啦，成年啦，經過一個或者兩個醫生，屌你老母閪，去檢定你嘅生理同心理都合適，咁咪做咯，亦都唔會有人歧視你。但係你好似嗰日咁樣，喂，就算你係要揾屌你老母閪，真係要揾啲變性人出嚟嘅。你而家最慘，你睇美國都係㗎，美國嗰咩乜撚嘢部長嚟㗎，嗰條變性佬啊，係啊，成日阿博嗰款，係啊，阿博咁嘅款，唔係阿博加阿佐敦咯，佢個假髮就佐敦金毛嚟㗎嘛，喂，屌你老尾，你起碼唔好諗以醜為美啊，大佬，你好養啲啊，你睇下嗰日嗰屌你老母嗰條肥嗰啲咩肥閪立撚殺，喂，老實講啊，喂，真係 LGBTQ 嗰啲人啊，真係多你哋呢班咁嘅左膠或者推動呢啲咁樣嘅平權，所謂平權運動。平曬權㗎啦！即係人哋，譬如你變性都好靚啊，都可以。唔係啊，你過猶不及啊！佢仲要專登埋撚突突，即係我啤你屌你諗乜，仲要插？佢仲要專登好撚核突，著條 T 恤啊，屌流撚曬須啊，都唔知做乜撚嘢，屌你！好啦，我哋都係要賣廣告嘅，縱然係咁，睇下相先。嗱，記住，我就漸入佳境啦。咁我盡快咧就會有啲版翻嚟啦，試下先啦。嗱，大家記得真係咧要訂啊，因為咧嗱，我琴日已經將我個底牌都講埋出嚟啦。我都話啦，我舊年係比我前年訂嘅三分二到賣剩幾十盒。今年我比我舊年訂嘅係三分一啫，因為我真係驚賴嘢，個環境始終唔同咗。OK， 所以咧我係好有限嘅，就係呢個頂級嘅貓山王
八粒裝348蚊，唔使問我係咪真係咁好食啊？其實我啲網友已經翻曬嚟啦，大師兄，因為佢真係嘅，真係堅好食，係冇第二隻。我食想換都換唔到。348，下一張黑翅248，258啊！你問下十三妹啊，258應該嗱，記住到時唔好話喂嚇冇曬啊！你方冇咩有錢？冇啊冇啦，咁慢買啲。可能便宜一點，外面200多元盒，但是沒那麼好吃，真的差很遠，差很遠嘛。 OK， 我試過了，那麼大家要訂啊。好，再去好了，這個呢，這個呢就是味噌麵神，但我們現在有貨的。阿正你吃了沒有？我給你，你試一下。屌你老母，是真的好吃到你不能說啊。它本身是三隻味，我現在只剩下這隻味，味噌味。我問了誰了？煮6分鐘，佢係比你任何一間我國喺日本食嘅拉麵好食得太多啦！個麵質，當然你未有未有差事啦。嗱，20蚊，我係日日賣幾十箱啊，幾十箱啊，因為個個都係屌一廿蚊咁抵，佢一箱都十包啫嘛。啊，咁你即食麵其實就唔算平噶啦。如果我走嚟代理，拉麵嚟都平啊，好撚好食啊！20蚊真係好撚好食啊！你估唔到係咁樣好食嘅。好，再去嗱呢一張相咧，就係阿 Lawrence send 俾我嘅，大家睇張，咦，又麵神有啲唔同啊！呢一張咧其實係紅色嘅，頭先嗰張係橙色嘅，因為呢個係沾面嚟嘅，係好正喎，係沾面嚟嘅。佢 send 俾我呢張相嘛，話俾你講，你快撚啲食啊，好撚好食啊！因為佢都未食過就訂咗貨啦，我未食過啊，我有兩包喺屋企。屌你老母閪好嗱，我今晚我會試嘅沾面都係20蚊。好，再嚟再去，我真係提下大家嗱，呢個就我琴晚飲嘅濃縮魚湯啦。今日我家姐翻嚟飲，佢話哇，完全係一模一樣啊，梗係一模一樣啦。琴日阿 Kitty 上嚟咧。就煮嘢，煮咗幾味餸，咁啊加埋啲聖瓜豆腐啊，即係我覺得真係唔使煲魚湯嘅，你加乜都得，係嘛？咁啊自己就話啦，你乜嘢唔加就咁加水，自己調味咯。即係落鹽啊，因為而家佢啲友咧，全部啲嘢唔係落好多鹽嘅，驚鹹啊。33蚊，真係我真心推介，好過你自己煲。OK， 好再去，你加啲粉絲都得噶嘛。嗱呢一個咧就琴日我哋食嗰個油封鴨髀，好簡單，記住揾暖水浸軟佢啲油。跟住攞兩隻鴨髀出嚟，就咁用翻嗰啲油嚟煎慢火煎，哇好啦好食喎！不過我後來琴日我再諗咧，佢個皮最好食啦，乳豬定係好食先，即係各有擅長。我琴日覺得佢好食過乳豬，但係我諗一諗啊，乳豬就真係好撚香嘅。上次乳豬好好食，好撚好食係啦。咁呢個平啲嘅228蚊 ，OK， 仲有冇想？好似佛蘭島啲咁好食啊！好啦，冇咧，係啊，喂，其實咧，其實咧，我哋琴日整埋西班牙飯啊，根本咧嗱，阿正做個廚房就知啦。根本你如果琴日咁樣，我西班牙飯，你買啲海鮮集翻嚟燒喺市場有啦。西班牙飯你落水又得，落味龍蝦湯又得啦。跟住我哋又整個龍蝦湯，自己喺我買啫嘛。落龍蝦湯。跟住再整個乳豬或者又鴨髀，自己炒個意粉。屌你話俾人聽，屌整個西餐幾撚高級啊！哇，好撚好食，真係好撚好食。OK， 休息一陣。